感谢主。那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我们有请钱凯庆弟兄来为我们诵读今天的经文，然后请金牧师来证道。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2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他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十二门徒中有称为迪突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指来，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以上是神的话。感谢赞美主，别忘记啊，常常喜乐，凡事祷告，凡事常常喜乐，不做祷告，凡事谢恩。有一位刚才两位年轻人，他们的见证感恩，他们的见证非常朴实，但是讲了一个真理，信耶稣就那么简单，又那么真实，对不对？他们讲的都是现实。当他们看到自己身边的人生命改变，他们一定会改变的，对不对？当他们身边的人为什么改变呢？因为我们所信的信仰，耶稣基督，是的，在圣经里记载，旧约、预言、新约反复的记载。但是最主要的主耶稣是什么？是一个英文叫 Living God， 又真又活的上帝。光光如果耶稣就在圣经里告诉，很多人不会信他的。但是你越是信靠他，你的生命里发现，原来上帝真的是一位有神有福的神。你慢慢的从不信就要到信。告诉大家，我认识很多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里面好几位，有一位叫于强，还有多少人记得他？于强，记得吧？于强教授到你们中间来分享的，中科院的院士，人家是这个叫什么千？中国现在一个叫千人计划，知道吧？没听到过啊？千人计划。把世界各地有名的、最名的科学家统统引过去，他是千人计划之一。他的信仰非常的坚定，为什么？信仰对他讲的不是光光圣经里的耶稣基督，信仰是你跟他面对面、每天与你同行的耶稣基督。用最好的一个四个字，英文音、中文发音差不多 ，Emmanuel， 伊马内利。什么叫伊马内利？伊马内利不是光光是复活圣诞节讲的，每天都可以讲，什么意思？我那位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同意不同意？同意。多少人没有信的没关系啊，今天第一次信来的朋友没关系啊，多少人自从你信了主以后，你真的感受到神一直与你同在的。
没有信的弟兄姐妹朋友看看信，今天好几位，听好，今天哪几位第一次来的举手，刚才来过的就是第一次，听好，哪几位还没有信主的，还没有信没关系的，请举手，还没有信耶稣没关系，听好，你们转头看看，所有的在这里信主的人，我知道你都是几个大学的教授，我们上吃饭请你们来，对不对？他们的学问一定不比低啊，这里很多都是我们叫什么学霸，明白吗？我本来带了很多都是中国有名的高级的大学教授，也有大的企业家，也有中国的高级官员。信耶稣基督不是靠你学问有多少，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信主了，告诉你听好，一辈子蒙福，而且越早信，大家讲越蒙福，越多信更蒙福，因为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神不是个理论上的上帝啊！你想一想，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诞生，到现在整个新教 Protestant 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了，对不对？刚开始多少人了？耶稣基督几个门徒，12还逃掉一个，听懂吗？你应该懂的，12个门徒一个坏，没错吧？是。听好，但是后来到耶稣基督复活，到钉十字架，所有的12门徒，谁一个？逃之夭夭，对不对？听懂了吗？唯一有一个人跟在他旁边，约翰，什么跟啊？远远的看着，为什么？危险呐、啊！你跟得近，告诉你，你大概十字架也上去了，对不对？约翰真的爱主，但是他真的怕，为什么？这里哪个弟兄姐妹的朋友，你不怕死的举手？很老实，都怕死的。好，第二点，第二点。多少弟兄姐妹，你真的有永恒的盼望的？告诉我，那想一想，不要急啊，不要急，小气不要急，我也不急啊，我肯定会去的，不要急。多少人，特别你们两位啊，听好啊 ，listen carefully。你真的因为基督教信、望、爱、信、信耶稣基督，望什么叫望？对永生有盼望，爱、信、望、爱，爱就是把你的什么，把你的信仰活出来，就这么简单。听好了啊，多少人你对永生真的是有确据的？不要急，我给大家30秒钟。人，耶稣基督讲的嘛，我的心灵是愿意的，我的肉体软弱了，所以好了，3秒钟过去，还20秒钟。想好，不要随便举手啊！我真的对永生有确据的，还剩3秒钟，我的跟伟强也就我的精神啊。还有3秒钟 3, 2, 1，多少的听好，对永生有确据的，感谢主啊，确据就是说，现在听好，听好，很多人把永生就是看了我死以后那个永生，其实不要忘记，什么叫永生？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就有永生了，一定是了，从你信那一刻，主耶稣与你同在了，同意不同意？信那刻就有了。所以这个永生的生命是普通人千金白金买不到的，千万不要忽略这种永生的能量。告诉你，人生也会有患难，今天唱诗的第三首唱什么还记得吗？最顶诗的，还有遇到很多人生的苦难，有的道路并不是完，并你的人生道路信了主是不是？今天听好，结晶金子周阳，今天你们确实信主了，见证了，是不是你从此就一帆风顺 ？No, I hope so, but it won't be. 我希望他不会的。信了耶稣基督，依然有什么险阻、坎坷，依然有的。如果你认为信了主、受了洗、一帆风顺，告诉你今天来说地方，听懂吗？但是最宝贵的是，哪怕在苦难中。有盼望，神给你有盼望，苦难中神给你的能力，苦难中有种什么我们叫承担的能量，这个时候特别在巨大的危险当中，我这个危险并不是打仗，并不是公司你在开了10000公司，这个公司上亿的上市公司，明天垮台了，这个老板压力很大，不是的，普通老百姓同样道理，当有一天你的专科医生跟你说某某某，不不，你的GP说某某某，不对，我看你要看专科医生，给你写了一张，当时你不紧张，专科医生说你要做 CT 做磁共振，告诉你开始紧张，到
到你那一天，你可能晚上信主的话，你会切切祷告，会吗？会的啊！告诉你，你这里面有个阴影，你已经紧张了。你可能晚饭正平时两碗，一碗才能吃一碗的。但是告诉你，真的信主的话，你会不会怕的？真的不会怕的。就是再大的事发生，我也不怕，因为有与主有同在。如果今天我所以讲到都往前发，这个几句话记牢，够你应用一辈子的，同意不同意？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是胜过死亡的权势的上帝，他是又真又活的，而且宝贵的什么？你知道，如果读神学知道，神是 transform， 他是穿越性的，从永恒到最终，对不对？他在我们里边，他又通过圣灵的工作，让我们彼此，刚才你们讲了吧，教会里像什么？看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为什么相爱呢？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心怎么？哎，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什么？做合一的工作，那么奇妙，神就那么奇妙，什么都忘记了。记得啊，做基督徒，你要发大财，发快乐财，不要在这里，很多忽悠忽悠的讲座很多的，这里是像永生生命的地方，这里是像认罪悔改的地方。这里是讲你真正的是那位创世成终的上帝的地方，但是奇妙，你真的把这个道理，道理深不深？哎，大家，我问大家，这本圣经听好，容易懂还是不容易懂？听好，不要急，告诉大家，没有吃的老妈妈也能读懂。最大的科学家，他骄傲的话，他也读不懂，明白吗？读圣经靠什么？靠你谦卑的心，你祷告的心，你就都懂了。大家知道有人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很尊重的一个牧师，冯秉成牧师的是吗？多少人冯秉成，人家是学问 PhD 好几个，学问大大的。他说金牧师啊，本来我也很骄傲，我到教会就像你们讲的，教会人好啊，教会温馨，我归属感，大家关心我都开心了。但是他说叫我信主跟你一样的，从小他比马克思林主义、比伯主义，对不对？不信的，特别是他这个北大毕业的脑袋都洗过的，听懂吗？他最后他说我知道了，我这么多圣经的，我真的有谦卑的心，更加我知道我跟上帝是不能比的，明白吗？听懂？不是用我的脑袋 ，Dennis， 不是用你的脑袋去思想上帝，你想不通的。The Lord is too big, too large。整个宇宙天天是他创造的，你能跟他比吗？他说我这一想我不比了。金博士奇怪了，我以后读圣经每句话都跟我讲话，这是罗秉成讲，不想打电话到美国金博士，电话号码马上给你，就这么简单。当你谦卑的心，全部顺服的心，圣经就叫你大大发亮光，永动地用，同意吗？同意。阿利路亚，阿利路亚。时间已经蛮久了，我们要继续要推我的 remote control。好了，所以呢，我相信啊，如果这个道一讲要讲到十二点，大家都是我会缩短一点啊，因为我相信主题刚才两个见证就最好的见证了，同意不同意？同意。你们两位见证为今天整个复活节增添了许多荣耀的色彩，不是你们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色彩。主耶稣上个礼拜张牧师讲到，圣诞节讲到，对不对？是的。按照圣经的语言，他要交在人的手里，被钉在十字架，是不是？但是耶稣同讲过的，我第三天什么？要从死里复活。你看诗篇第十六篇第二十节，全部都预言了，圣经已经具预言了。是的，人只要交在人的手里，要死，但是第三天全能的上帝是当做什么？死里复活。如果我们刚才有一个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舍身，你感动吗？听好，本来我跟他有关系吗？我是个罪人，对不对？犯了这么大的罪，不认识上帝，还要犯许多的罪，但他没有因我的罪计较我，他愿意为我们所有的人甘愿上十字架。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很难体谅，特别你也很难体谅，上次我们在马丁 place 十字架放在那边，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位可以完全体谅上十字架的艰难。不要忘记他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
十字架为谁做的？罪人，最坏的罪人做的。但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愿意上心，而且一路上他明明是上帝的儿子，人家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你从上面下来，告诉你，你打得过我吗？打得过你打我，其实我可以打到五个人都打得过，但是我为了爱他，我不打他，明白吗？多少那个嘴巴用口吐吐出来羞辱他，他不在乎，他像被给被宰的羔羊，被乖乖的什么顺服的放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知道他道成肉身的最终的使命叫什么？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牵引的最后一句什么话？成了。什么叫成了？天父托他所做的事情完全成功了，如今所有的世人的罪谁来承担？他一个人承担。所以每个人，耶稣讲的，凡信我的就有永生，约翰福音4:6-7，凡信我的，我就在全并做什么？做天父的儿女。好了，这个that's our work。今天主要分享是主耶稣和所有的门徒说一句话，这句话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叫什么？四个字，听好，我讲两个字，你们讲下面两个字啊，听好，太好了啊，听好，一共四个字，听好，平安，四个字，平安是金，你听到过？平安是金子啊，不是你，不是钱金子，是金子，平安是何等的何宝贵，告诉大家。家里如果有千千万万，开出五辆最新的宝马，什么有游艇，家里不平安，你喜乐吗？笑都笑不出来了，对不对？平安就是金，就是最宝贵的。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平安的意思还有什么？还有喜乐。平安带着什么？喜乐。一家和和睦睦的吃饭，心里的什么感觉？平安。喜乐，本来两夫妻吵得要命，后来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们生命改变了，彼此相爱，心里怎么喜乐？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你愿意你们平安，什么意思啊？我愿意把他的平安，这种平安跟普通人的平安不一样，愿意赐给你，让你一辈子无论风浪多大，无论你的高过低过，你永远心里怎么平安。”不容易啊，多少人生经过大风大浪的，20岁以下不太会啊，但也难说。我本来在中央经济部一个小弟兄从沈阳来的，他本来老爸是沈阳的一个大公司的一个大老板，突然之间爸爸死了，他突然之间落人生什么跌入了低谷，他然后来到教会，告诉大家名字不报，他刚来教会，他的颜色就像你们做的鱼翅。他的眼睛的颜色就是你们做的鱼翅，明白吗？他可能会什么杀人的，但是后来感谢主，教会弟兄们爱他，为他祷告，关心他，慢慢的过了一个礼拜，这种颜色变了，所以穿粉红衣服的，我找不到他问，树瑞的颜色了，再过一个礼拜，问过了，到第四个礼拜颜色跟我们一样的，听懂吗？为什么？平安来了。主耶稣他真的信了主，他主耶稣真的把他平安给他，同样的人，爸爸同样死了，同样本来他说刷卡我随便刷，这个刷卡还刷得动吗？爆卡了，没有钱打进去了呀，他本来用惯了，但是感谢主，他有什么东西改变了，生命改变了，为什么？他得到了从主基督来的什么平安。啊，弟兄姐妹，现在主耶稣旁边很多门徒，有一个门徒他始终是高度的怀疑的人，对什么东西都是怀疑的，什么名字知道吗？多马。明明主耶稣向妇女显现了，向门徒显现了，门徒跟他说，主耶稣，我们的耶稣基督就像他以前预言的，他复活了。多马怎么说？他无论如何我不相信，除非我看到了什么，他身上的枪痕，身上手指上钉痕，我才能相信他，因为他不相信。
另外的门徒都相信了，他们说他们做了荣耀的见证。什么见证呢？像彼得、保伯、彼得、约翰，他们当时同样的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他们在哪里啊？逃掉了。但奇怪，到主耶稣将来复活以后，他们的生命180度的巨变。本来是什么话都不敢讲，逃走了。当同样是下面敌对的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说啊？他们的见证就像我们总监在马丁广场做见证一样。你们杀了他生命的主，神叫他死里复活了。为什么？我们为这件事情见证。很多弟兄姐妹认为很有意义，对当时面对着这么大的高强度的压力讲这句话，如果你生命不改变巨大的变化，你讲不出来的。如果你真的没有看到复活的主，你也不相信，对吧？大家明白了这逻辑是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所以他们也知道主耶稣的是天地要废去，主的话永不废去。同时他们当传福音的时候，政府跟他们讲，犹太人跟他们讲，如果你们再传福音，通通地放进监狱里。他们怎么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在神里面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均量吧。我们最宝贵的一句话，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什么四个字？不能不说。反省我自己，主耶稣在你身上做的工作，你跟多少人分享过？分享过吗？你的生命被改变了，有没有跟多少人分享？其实传福音真的不难的，只要坚持周扬，只要把你们生命的改变，有机会跟你们的同学、跟你们邻居分享，这就是见证啊！见证并不是要圣经背的光光乱说天的见证，不是的。当你的生命改变，那种见证的能量比你背圣经的能量什么更加巨大。还有一个人，保罗，他的生命真的是巨变。保罗也是神的一个重要的使徒，他当时为了名义、地位、权力，甚至疯狂的抓什么？抓基督徒。他因为他抓基督徒，就是为他所信的真道发光。当在大马色路上，主耶稣将他显现，他生命改变以后，他什么改变了？他说：“从前我把名利地位看为至宝，现在不知道这些东西都什么看为粪土，什么东西至宝？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人生当中最大的宝贝。”讲老实话，在这个时代，一般都把地位、钱财、能力，还有什么这个名誉，甚至于相貌，看出你最大的什么价值，对不对？但在天国里不是的，天国里的价值是看你为耶稣基督做了多少荣耀的见证，看你的人生活出多少耶稣的样式，看你把多少的人接触你的生命，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请大家一定记得，我记得前礼拜是我讲的，一定要记得，主耶稣再来，你那天你也能交上吗？今天主耶稣同样要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这个平安请大家一起读吧，红的开始啊，一从这里读到这里，一二三，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神必赐给你们长久的平安，神必派给你平安，神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写给你们看，一人大有平安，神所赐出能意外的平安，体贴圣灵的乃是神的平安。这种平安是这个整个时代不能改变的，这个平安牢牢在你心里扎根的平安，无论你的光景是上是下，你于今临危不惧，不会惧怕的，因为你知道这座平安是耶稣基督赐给你的平安。
请弟兄姐妹告诉我，在你没有信主以前，或者当你灵力软弱的时候，当你碰到困难，你是怎么来处理的？碰到巨大的忧愁，好像这个难关过不去，你怎么来处理的？现在是祷告了，肯定了。当你没有信主以前，告诉大家，举杯消愁，愁更愁，抽刀断水，水更流。很多人以为，哎呀，碰到难事没关系，喝一杯酒，把它了了。明天起来愁更愁啊，因为这个愁靠你平时动脑筋，喝酒是喝不了的。这个愁怎么能解决？就像你刚才讲的，我把我所有的忧虑交托给那位信靠的耶稣基督。诗篇有一句话，我常常记得，我当把耶和华放在我的面前，我就必不至于动摇，有吗？我把耶和华放在我的上帝放在前面，放在前面啊，我就必不至动摇。不是把我的困难放在前面，我把我的困难放在前面，我一定动摇，同意吗？你要把它调过来，我把耶和华我的上帝放在前面，我必不至动摇。其实下面就说，任何的苦难患难，你不要忘记以祷告来交托，而且更加不要忘记，不要超越神的时间，等候神的时间，上帝做的功比你做的功不知道好多少，听懂吗？因为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志高过我们的意志。两位年轻人特别对你们讲，你们人生道路还有一大把时间要走，前面的道路一定记牢，常常把我们所信的神放在我们手前面，常常以祷告铺路，神一定会带领你们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主耶稣跟他们所有的人说，我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边有平安。什么意思啊？这个平安不是在世界上，当你完全信靠他的时候，当你的信心的锚扎根在他里面的时候，告诉你，你一定不动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什么胜过了世界。请弟兄姐妹告诉我，告诉大家有句话，一切的好处不在主耶稣的以外。多少弟兄姐妹真正在你人生当中，我知道，我看你就知道了，有一两个人劳苦愁神，我眼睛一看就看出来了。不必怕，你怕告诉你困难比你更大，同意不同意？同意。只要信，不要怕。马可福音5:30-36，这句话鼓励了多少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永不改变，他叫你怕，不要怕什么？你非要怕，那只能怕了。他叫你怕，还有一句话，只要信。不要怕。把你所有的忧虑交托给上帝，他必为你们什么预备一条出路。弟兄姐妹，多少弟兄姐妹在你无论年轻年大，年轻考试的压力很大，男女朋友拍拖的时候也很多问题，对不对？家庭问题，爸爸妈妈的问题，多少弟兄姐妹在人生当中真的经历过一段时间，我已经看到你的眼睛了，这么大的困难上帝没有让你子弹到你身上，有没有？家庭弟兄同意不同意？你看我讲他非常高兴，一颗子弹本来应该 到他脑袋里去了，告诉大家，真的，这是真的故事。神让你祷告，你交托了，对不对？你有去宽容他，最后这个事情什么？于险而无惊，过去了，还记得吗？你没有记得，我记得，你一定不会忘记了。你一定经历过在基督里面什么？这种平安，这种平安，你花钱买得到吗？买不到的。这种平安是真的完全信靠他，顺服他的带领。可能前面什么悬崖峭壁，不要怕。当你信心跨过去的时候，路前面出来了。多少人看过个电影叫《印第安纳·琼斯》？忘记了，《印第安纳·琼斯》没看过，一个人都没看过。好，那我只能讲了啊，一个历险片
美国印第安的一个名字叫 Jones， 他呢篡写，有一次鲍勃山呢已经前面就是后面追兵没有路了，但是看到墙壁上有很多暗号，他说你只要踩着很多前面就是一清不澈的悬崖，后面追兵这条路只有大概三十米这么大，但是旁边有字告诉你你的左脚应该踩哪个字母，如果一踩空你就你踩对了他的路径会伸出来，他凭着信心踩着一个数字过来一个桥直接出来，什么意思？有的是要跨下什么跨下信心的一步，多少人记得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如果他不领他们脚到约书亚到约旦河水会退去吗？信心就是神给我们能力，要凭着信心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好了，再看多马，告诉大家多马曾经说如果我非要看他手上的钉痕，用石头吃手指吗？吃个钉痕，用手指吃个肋旁，我总不相信。什么意思？我非要看到他耶稣，他不是被钉了吗？他的钉痕，他的枪不刺进去吗？如果没有看见，我就不信了。奇妙啊！他讲这个犹豫的话，过了八天，主耶稣那么爱我们，所以当你软弱的时候，不要怕，主依然爱你。他再次向他显现，说：“你可以用你的手什么来触摸我的钉痕，你可以用你的手来摸摸这里的枪痕。”但耶稣就说更加讲了一句话。他后来当看到耶稣这样的话，他马上说：“主啊，我的上帝！”他认识会知道，原来这是耶稣，不仅是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为我们定死的主，更加为我们复活的主。这个主耶稣跟他讲了：“你因为看见我才信，记牢。那没有看见的人什么有福了。”请大家把这圣经读两遍，好不好？一、二、三。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服了。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有福了。多少弟兄姐妹，你亲眼看过耶稣基督的钉痕，他的枪痕，他就不要你随便举手，都没有看过。但是问题，你相信那为我们死里复活的主吗？告诉大家，你们有福了，不是我讲的，圣经讲的。凭着信心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告诉大家在座的各位， Who is born here? Who is born here? 谁生在这里？告诉我，没有一个。所以我们都是进口货，我们 We are important， 对不对？我们都是移民。告诉大家，移民你从本来一种文化拔掉了文化，到读新的文化，告诉大家，请问大家，容易吗？澳洲的空气好吗？好。澳洲的福利好吗？好。澳洲真的融入这个社会容易吗？不容易。讲老实话 ，No， you're not easy。因为我知道大家金博士比较外向，我的朋友很多 ，local 朋友都很多，但是他们知道 ，you Mr. King or Reverend King still answer Chinese。不一样的，听懂吧？无论你的英文多么好 ，pure English， they know you are not our， 你不是我们的 ，you are import from outside， 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缘故，你在这里打拼，告诉大家，不太容易的哦。同意不同意？非常同意。I know you're still young， but it's not easy. You will find it.你慢慢的会发现，真的不太容易的。告诉你，在 local people 看来 ，No， you are not old， you are not same with us， you are different， 一定记牢。所以家里做很多工作，你会碰到很多的压力，但是不要怕。你无论怎么走，一定记牢。Emmanuel， 以马内利，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凭着这里的信仰，你勇往直前，也不需要惧怕。Terry，Yes。哈利路亚，举手。告诉大家，多马曾经是个忧虑的人，最后啊，因为耶稣那么爱他，向他显现，而且最主要是主耶稣这句话不是跟他讲的，
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不看没有看就行。这句话跟谁讲的？跟我们讲的，跟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讲的。没有看见他的，信他了，那就是蒙福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能背吗？信是所望的神的实体，是必经神的吗？确据，确据啊！神喜悦到他前面来信他，他必赏赐这样的人，有吗？第六节看一下，你凭着信心到他面前，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说金牧师啊？咋你的祷告那么灵，我的祷告不灵呢？大家回答我，问我的好多人啊，金牧师啊，你的祷告怎么这么灵，我的祷告怎么不灵？是不是上帝骗我？不是的。Pray with Christian faith， 祷告以信心的祷告，知道吗？我也是罪人，但是用信心的祷告有敷衍了事。你看，你本来就不信他，对吧？你还祷告，谁会听你？听懂了吗？信心的祷告，神一定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全你的祷告。看着我眼睛干什么？是的，很多的苦难我知道你有啊，很多的挣扎，但是要凭着信心祷告。但是另外一个问题，警告大家啊，不能劝告大家，并不是你的祷告神一定要听你的，同意不同意啊？你是谁 ？Who you 啊？你被上帝了吗？我们这是被创造的千千万万的一个职业，当你的祷告符合他的心意，他一定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时间来成就的，不是按照你的时间的。所以很多人说金牧师啊，祷告不灵啊，祷告里边没有功效。天哪，告诉大家，这里第一个牧师李嘉玲叫什么名字？这里中文堂第一个名字朱淑清牧师。朱牧师这里中文堂的第一个牧师，他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一个牧师啊。他有一次跟我说，金德培，有一次我刚刚来三十年前，我说朱牧师啊，有一次祷告了这么久一直没有果效，没有垂听啊。他说金德培告诉你，我为我的妈妈，不是啊，他为他的妈妈祷告，因为他是牧师了嘛，妈妈还没信主。你们知道祷告了多少年吗？到有一个圣诞节那个晚上，一个电话来的，淑清啊，我你妈了，我是你妈妈，我明天受洗啊，听懂吗？朱牧师，我哭了，眼泪沙沙沙沙掉下来，我为妈妈祷告了几年，25年，明白吗？不要按照你的时间，按照的神的时间。而且当时朱牧师正好是碰到一些难处的时候，这个就更加神祷告，应允祷告有他的时间的，有他的时间段的。多马他曾经疑惑的，他说主啊，我的上帝，告诉大家，多马最后成为一个勇敢的宣教士。他到哪里宣教啊？这个地方大家不太愿意去的，多少弟兄姐妹到过欧洲旅游，前去是欧洲游旅，欧洲，多少弟兄姐妹到过美洲旅游，美洲，多少弟兄姐妹到新加坡、日本，好地方啊，多少弟兄姐妹到过阿富汗，到阿富汗旅游，进去是告诉你阿富汗，告诉你地雷很多都没挖出来呢，听懂了吗？阿富汗在2000多年是非常荒芜的地方。我们的托马斯多马他是那边第一个宣教士，他在那边最后被土人用长矛子嘛处死了，他成为一个宣教士。今天在印度，他到印度去宣教，印度南印度又叫托马斯 church 多马斯教会，那就是当时他传的福音的宗师。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我们都要走的，就不想走。You don't want to get here, but anyway, you will get here someday. 没办法的，一定要走的。到时候你到神面前交账是交什么账？想想，同意不同意？我们使徒行经每一个礼拜都在读，对不对？他要再来审判什么？哎呦，经文讲的太多，不是我讲。我在提醒大家，审判活人死人，到时你能交上吗？复活的主第一次来，柔和谦卑，在一个马槽里，对不对？一个小婴那么可爱，他第二次来是不是一样？不一样了，荣耀的耶稣基督，很多天使的嘛，荣耀的降临，干什么？那是审判的主。常常警醒，告诉你，基督的生命一定比较好，不能太好。
比较好，这是我的想法。从昨天晚上到明天早晨十二点以前，哪个弟兄姐妹愿意开车愿意超速的请举手。Overspeed 很酷啊，哇，告诉你啊，超十公里六分一千两，超二十公里拉一次是开始三千八，有价格的呀，不敢的，因为你警醒了。当你真的知道主耶稣一定来的时候，告诉你，你行是为了一定不会这样，容易吗？你会把神的国跟神的义看了最后。我的衣服全部是光了，我就希望，我不是一个 I'm very not very good preacher, but I do my best。听懂吗？真的，因为神呼召我们做工作，一定有他用意的。哪怕你全部忘记我讲的话了，你记牢，复活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你记牢，主耶稣要再来的。这两句话永远帮忙告诉你。我已经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个牧师不可能每句话你都要听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是神正祷告了这么久，神让我讲我就应该讲，经过什么不讲一定做错的话，让我投资明天翻五倍我不讲，没这个话讲，圣经没有的，我们要讲圣经讲的话，对不对？今天神的平安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现在又想起来了，当你为神摆上自己的话，无论什么难处困苦，在上帝看来不是大事，同意不同意？你看的是天大的难事，对上帝讲来是小事，毛毛雨毛毛雨秘密雨。在一切的困境中有惊无险。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教会叫什么教会？告诉我英文 Wesley Mission， 知道一个叫 John Wesley 吗？ John Wesley 是 Wesley Mission 的开创者，当时他还没信主啊，很多年前，但是他已经是讲很多，像你们去世以前是福音末端有吧。所以有一次呢，有批德国的宣教士到英国去宣教，那么他也很刻薄生理，跟他们很熟了。有一次这批德国的宣教士带着他一起渡海，不要讲，大家知道吗？欧洲的北海的风浪非常大，北大西洋知道吗？北大西洋到了秋天的风大风滔天呐、啊，刚去一路平行，到了船中间啊，当时不是万灯了，不是你们乘的游轮呐、啊，才乘几十人的小船呐、啊，上翻下跳，可能十几米的岔路啊，我也是的非常紧张呀、啊，哇，我死了怎么办？奇怪啊！这个小村呢还有很多人，哇，哭了要命，紧张。这几个宣教士，男的、女的、大的、小的，一点都不哭，充满着感恩，还在波浪的上当中唱诗赞美主。威斯利说：“你们怎么不害怕呢？”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害怕？上去了见耶稣，如果没上去，在地上去的侍奉。”哇，威斯利说这两句话，他说。不是光光大人的，小孩子同样，十多岁小孩子已经这么大的信仰了，对他一辈子侍奉的心智，打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他们这批宣教士认识又真又活的复活的主，知道有主与我们同在，无论上天入地，我们不怕。但是有一点。可以不怕，可以只要心不要怕，这个几年轻弟兄姐妹一定知道，除非你自己的生命与复活的主相连。前面光光知道不行啊，下面更重要，除非你的生命与复活的主什么相连。如果我讲到这句话，弟兄姐妹，你们圣经读了那么熟，想到我告诉大家，愿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有没有？你们是枝子，对不对？你们没有连在我，没有生命，同意吗？与我连的，你在我里边，我也在你里边，在我里边的就要结出果子来。除非将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复活的主。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主啊，我相信你，特别是这次祷告的时候，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赎，有的好。下面还有一句话，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生命的主，什么意思？告诉我，
你的大事小事不是你做主，大事小事通通的什么交给主耶稣基督做主。很多老公说没关系的，我好像一辈子也 没什么大事碰到，大事都我老婆做主的，小事我做主。不要忘记，大事小事通通的带到主的面前。有的弟兄说不要，我带这么多烦不烦的，主耶稣不嫌烦的，他愿意把我们一切的重担来担当我们的重担。除非你里面顺从，信靠不过的主，这样你就处事不惊，有惊无惧的平安。多少弟兄姐妹已经在你人生道路上真的经历过，在最危难最坎坷的时候，主真的把那个平安放在我里边，我没有惧怕，然后就平安度过，有吗？不用去说，我看看你们眼睛就知道了，大概二十岁以下不太会。感谢主，还是很多人是有的。当你遇到无论什么光景，你完全把你的生命交出，告诉你不会死的，死了也不怕，死了感谢主。为什么？就像那个宣教士，那个宣教士死了更遭罪受，所以基督徒还有什么惧怕呢？是死是活，我总是谁的人？大家不跟讲啊！是死是活，我总是属耶稣基督的人。这样你的压力是不是轻了很多呢？家里啊，轻了很多，还怕什么？不用惧怕，完全信靠。平安是真。我相信，复活的主不仅是帮助那些门徒的，也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只要你完全顺服他的心意，走愿意他叫你走的十字架的天路，告诉你，一路上有他给你的那种荣辱不惊的喜乐。这种喜乐不是你的社会地位、你的价值地位高而变化，这种喜乐是不会改变的。这种喜乐从你信那一刻带到哪里啊？带到永恒。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讲我的平安是给你们，我吃的平安不像世人所吃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有一个朋友，假设他从小努力用功，然后在最大的五百强的公司拿到了一个非常高薪高位的工作，容易吗？从小不很容易啊，从小用功，心理毕业到 Yale 到 Master 到 Oxford 到 PhD， 对不对？这个专业的知识非常好，然后到了五百强大公司里面，没有两年当了副总裁。听好，听好，全家为你感到无上的光荣，同意吗？中国人一定是的。但是不要过两天，董事会改变了，本来跟你很好的董事长，他很讨厌你，哎，人有缘的呀，看到你不爽，想方设法把你搞下去。好不容易拿到这个位置，突然知道来一个最大的 boss， 他讨厌我。告诉你，你这个时候你已经买了两套大房子了，因为你的工资很高嘛。这个时候你已经一个美女跟你拍拖了，你爱得很深嘛。但是这个时候告诉你，你的 mortgage 就那么大，你爱那个女的又你爱她，但单相思啊。但是问题，你的工作马上不保了，你还没平安吗？像这样的平安，像这样的优势，我很少见到，为你感恩。到这个时候，很多人都会惊慌失措的，但是不要忘记，哪怕在这个时候，你完全把一切重担交给上帝，他一定承担的，你不要怕。多少弟兄姐妹认识这里的长老，他叫王振宏长老，多少人认识他？王振宏长老，你看多少人举手啊？王长老在华人当中那是前列华人，也算是名望很高的人了，对不对？他新加坡的过来的，他的事业发展很大，那你那个钱是不能跟他比的。我记得在进澳大利亚经济危机的时候，如果我没记错，他有片土地在红石边吧，一片很大的土地，这个我以前记得，我要跟王长老确认一下。但是这个因为不是圣经的真理，
这是讲一个例子，很多人都要崩楼了，王长老他完全的依靠，因为他平时对神的爱是，大家知道他对神的爱，你们有怀疑吗？没有怀疑的，他对弟兄姐妹是没有怀疑的。人家的东西都垮了，他依然挺住，为什么？最困难的是他依靠上帝，神给他特别的智慧，他帮助了许多人呢，因为他一辈子活得不是为自己，他用许多的费用支持许多的神学生，支持许多的西方小学，为很多教会做侍奉的工作。因为他心里什么？有从上面来的平安。弟兄姐妹，当你处理了重大的问题，你心里不平安跟心理焦虑，听好，现在你要处理棘手的问题，你每天忧忧愁愁，满脸苦脸，跟平平安安满脸喜乐，哪一个问题处理的比哪一个光景处理的好？大家不知道，我重讲一遍，处理非常棘手的问题，非常棘手的问题，你本来搞不定了，这时候一定要搞定，但是非要搞不可。这时候你一个平安喜乐的心态，一个焦虑万分的心态，哪一个处理的问题最后结论一定好？一定平安嘛。所以耶稣说不要忧虑，不要胆怯，因为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人生多遇到很多问题，一定记牢，今天讲的什么都忘记，不要忘记主耶稣把他的平安赐给你，所以你们怎么样？不要胆怯，只要完全把它放在前面，否则你的信仰是虚的。耶稣基督不是那么小的，耶稣基督是复活得胜的主，对不对？门徒当时在海中遇到风暴，哇，整个风暴起了，门徒吓得要命。不要忘记，谁与他们同在？主耶稣在船上。最后门徒说：“主啊，醒醒！”主耶稣说：“你们小心的人。”他吃着风，风就停了；吃着雨，雨就停了。因为他是宇宙天地主宰，一幅平安图画的启迪。好，最后了，差不多了。多少哪一位弟兄姐妹能告诉我，用你的眼光来画一幅图好吧？两个字，主题平安。我给大家20秒钟，听好，我们脑中心都可以画的，脑子里思想有个图，主题就是平安。你被小卢，你照相，哪边照相你想到的是平安的？开始啊！还有半秒钟，想到了吧？你的照片、图片当中，这就是平安。开始了啊！我抽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开始啊！哪个至高朋友好不好？哪一位举手？好，好，Mona，你的脑袋当中什么叫平安？耶稣把你抱在怀里。好，耶稣把你抱在怀里，感谢主。一个弟兄，哪个弟兄？至高朋友，这么怕吗？弟兄胆子大大的小。哪一位弟兄？什么叫平安？哎呦，弟兄，好，软化长老讲讲看。惊涛骇浪之中，但却有人纹丝不动。哈利路亚，感谢主，对不对？这就是感谢主，惊涛骇浪，你巍然不动，那就是因为你有什么真正的平安。我希望大家一路顺风，但是不可能的，人生一定有波折的，对不对？哪怕遇到波折击倒，那复活的主与你同在，惊涛骇浪，纹风不动，可以吗？请周正用 repeat， 惊涛骇浪，你将下，我将上来啊！惊涛骇浪，微软不动。请记牢，无论都知道什么困难，这句话帮了我一辈子，我几十年过来帮了多少忙呢？愿你们平安。主耶稣讲的，不要怕，六个字啊，它的能量是那么的大。老朱弟兄体验过吗？没从来美国啊，哇，你一般 一路上很丰盛走过来是吧？如果碰到什么记牢，主耶稣讲的话，不要怕，只要信。今天什么都忘记了，复活的主告诉我们，只要信，不要怕，颠倒一样的啊，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那个为我们复活的主，你人生当中一定有路走。Next one， 耶、yeah, ，最后一个，好，记得我们不要讲太多的见证的。那批门徒本来跟耶稣，他
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他们在跟踪；被钉的时候，他们都什么胆怯、害怕、沮丧、逃跑，对不对？当主耶稣向他们显复活以后，他呢变成了坚信、大胆、刚强。兄弟们，你没有遇到真的复活的主，你一定会随形势、随你的光景变化的变化。当你完全信靠了耶稣基督以后，你真的不一样了。旧的人变成什么？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什么特点？坚定的信靠耶稣基督，大胆跟随耶稣基督，勇敢的传福音，你的生命更刚强。巴不得我们用这几个字来庆祝耶稣基督复活。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归于你。你为我们受死，你更为我们复活，打开了通天的道路。你把你的属天的喜乐平安赐给了我们。我们愿一辈子跟随你走属天的道路，一辈子见证你的荣耀。谢谢主，祷告仰望感恩是靠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